今天又来到那个沙款，哎，他的东西都很好夹，然后每个都有抽奖。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一台，它上面有大妈，听说昨天才被出掉而已。今天专业设备比较专业，然后它是抽奖的啊，这些是小零食，这个也是要捏薄超薄，它就不会往内丢。然后我喜欢左右甩，哇，等我一下。每次都慢慢捏，等下人家以为我那个，我先不捏。啊靠呗，我是要捏夹后面的，不剪辑啊，所以没关系。其实刚刚看到台主，大家在帮我补货。外面那个搓搓乐，外面搓搓乐一般都是设保价300多嘛。那你夹一个送一个。啊？我夹一次就可以抽了。对啊。今天是目标是大妈，他台主跟我说昨天才出掉而已。这个二号，那是意外，我没有要夹他。让他出来吧。对啊，夹后面就好。哇！抽一，我先。你来一起抽啊。对。不会，这有点太简单了，没有技巧。先抽二两包。你按奖项，我刚没算啊，但大概都有1/2的机会。好，一起看啊，15号。没有，这个很好夹，可是我运气真的很差。来，给你抽一个，这个哈，感觉这就不会中哎。我说吧，大妈是2号，71，71有吗？也没有啊。再来，我这运气很差哎。对啊，我吃饼干好了。又有了。哇，不小心勾到了，阿靠！啊，我刚刚是要夹后面的。哇！我刚刚想要把它拉下来，没有，它会，如果包到的话，就会往内丢了。对啊，我全部一往内丢。没有，你只要有包到它。我就是慢慢搅出来。多少啊？再一次，再夹一个。再夹一个，这两抽了。好。哇！台主要哭死。啊，哪一边啊？我们抽一个旁边的好了。感觉你这抽完都比一般奖还要划算的。对啊，绝对划算啊！而且大奖是大妈哎，那个。
这么大盒，我等一下晚一点再查那个价格是多少。好遥远哦，哎，有一百的啦，再一个，你自己挑。角落，因为这台主应该不知道放哪。啊，一个就好了啦，39，还是没有。再一个，看你饼干抽完了。过年零食不用抽了，再捞一点出来。哇，夹在里面。这绝对比一番赏划算啊！而且它的东西也不差，还有什么？按摩，肩颈按摩那个。哇，好有。啊，靠北，甩不够大力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拉出来，嗯，全部挤上，捏超薄，啊！不小心捏到就没了，哎，好啊，又来一个，还是你有想吃的？没有，随便讲吧，随便吃。左右 OK， 但前后我不知道，我前后都会内丢哎。有了有了。再一个。哇，包到。要玩我。对啊，好烦哦！哎，那个中间一排总是会动一个嘛。57，还是没有。啊，我帮人家捡干净。哎呦，好，今天。我先看其他的，现在有点那个啊，先玩这个好了，我没有玩过这一台。哇！甩的话，你一定要在洞口这边，就一般的，好吧？打不到。啊！太尖尖。对啊。一脚拍到。哎，你可以拼他的宝夹，已经坏了。我不是要拼宝夹的。我是说，他也差不多了，你至少把他这个带走。烦呢、欸，这样看起来会不会技术很差？不过我喜欢捏宝啊。小饼干，你应该是蛮厉害的。哦，靠呀！哦，这跟技巧没有关系。那你还是用到了。哈哈哈！阿忠，出吧。来一点那个，哎。这我没有信心。刚刚那个有得抽吗？活动台出货可一抽，联名款蓝牙音箱中奖拍照。哎，这个在哪里啊？立即抽。
这个在哪里啊？是这边的吗？六六啊，所以是抽这个、喔。对啊，哦，这里啊，活动台23、24、25、26台啊。23、24、26。对，都在这里的。该中的东西了吧？我看有什么东西啊？可以啊，任何一样的吧。哎，我不想挑啊，你挑啊。有啊，感觉中间的我那个中间的几率都不是太大了。啊、旁边不一定会中啊。50号，我没有。好难啊！快没了，快抓没有了。对啊，可是这还蛮好出的，其实。嗯。还有什么好玩的？好，可是因为这是左手的，我左手不太行。还有什么抽？哎、欸，拍片总要出点东西嘛。出很多饼干。好，阿全，我们再抽那个刚刚那一台啊，饼干那一台。再一个我就要差不多了。最小那一包嘛，最小那一夹。有了，有了。一个呢，蛮好玩的。对啊，抽一个，拿一个东西可以抽东西。可基本的，我说的那个小技巧还是要有了。有的，夹的算紧啊。对啊，哎，晃也是像刚才那样甩。对吧？可以啊。就是要慢慢播了。哎。还可以抽二，好，哎，不保了，没保吧？应该没保啊。你觉得没有抽到300九啊？对啊，没保啦。但是他可能价夹很紧，这样。好，我不想再做分母了哦。我夹完，那大家都来。为什么那种？为什么这个？37，哇，还是没有。我还有一个、啊。拼了，拼了，你一定要抽。今天影片一定要中一抽啊！烂子的。等下叫台主来把饼干补满。台主回家吃饭了。哇，好烦哦。应该用拨的就好，一单爪拨它就好。对啊，折纸上直线。没有，这还是要学啊。既然都要投钱的，还是要学一些基础的，至少可以省一点嘛。来啦你！哇，报到了！OK， 哦，感觉从上面戳它，蛮容易掉滚下来。
台主可以给一个那个吗？那个夹夹十次没中的话，送一点东西吗？等观众多一点，我们再那个这个啊，可以吧？这个好像可以。我们觉得你运气不太好。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吧？最后一抽了哦，我们抽几个了？旁边那一台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抽了。拍好。一百，这么漂亮的数字应该有。有一点。还有。嗯。一百也是中啊，干嘛浪费呢？可以的。还有一百嘞，干嘛要拍照给人家？哎呦，这里走到了，看。我顺便给他看我家的。这就是流程吗？对啊。之后的流程。我永远都是来当分母。不会啦，你想很多。就有很多饼干可以吃啊！啊，看起来还不错。有啦，至少我选中一个一百吧。其实我刚刚心里一直就想说，我不太想要那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看所有字，觉得他皱皱了，没想到还是中了。不啦，台主的那个饼干都是新，都还蛮新的，夹到都可以拿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这是出的货，还没到1000块啊，可是，我这就是当分母的份嘛。这个出了7个，然后隔壁台出了1个，然后抽了一次，没错。然后旁边的袜子出了2个，那个宝奖。然后有抽奖的赠品。好，谢啦，下一次再拍。下一次再挑战抽奖。对啊，中一个吧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感谢订阅支持。拜托订阅一下，我订阅还差很多。对啊，刚开始，我们需要很努力。这样。